超可爱的宝可梦爱的联名贴图，免费领取。那要怎么领取这个宝可梦的联名贴图呢？非常的简单，我们先打开我们的 LINE， 然后在搜寻栏上呢输入台湾宝可梦，然后你就会看到往下面有个叫做贴图，那里有个叫不可思议的宝可梦，然后我们点选进去。那这个时候呢就加入这个好友，然后按确定。那这个贴图呢它只有180天内有效，所以把握这半年的使用机会吧。肯德基的开学大优惠来咯，有27种的优惠可以选。不过呢这次我看完的优惠内容，我个人大概只对玉米浓汤的买一送一跟双层卡拉鸡腿堡套餐这两样呢优惠会比较吸引我的注意，因为跟麦当劳这一期的优惠相比呢，我个人是觉得稍微逊色了一点。不过呢对于爱吃肯德基的朋友，这次的优惠也算是不小补哦，所以喜欢吃肯德基的朋友也别错过这次的优惠哦。麦当劳的夏季优惠券开跑咯，活动期间呢是8月21号至9月17号。那这一次的档期呢跟以往相比稍微短了一些，但是它的优惠呢还是一样的丰富。最重要的是有我最喜欢的大薯买一送一跟六块鸡块买一送一，因为这一些啊比使用甜心卡还要更加的优惠哦。有需要使用优惠券的呢，你可以出示影片的截图，或是直接告知优惠代码，这样就可以享受优惠价格哦。本周的全家优惠券有什么呢？那我们首先呢要先打开全家 APP， 我们看我们的左下角这边有个叫做优惠券，这一周呢一共有出现两个项目，第一个是周周抢好康，那本周的周周抢好康的第一个项目是有饮碰糖红茶买一送一，然后另外一个是鹿乐鳕鱼甘油，领到的券呢它会在你的曝光券那边。那另外一个项目呢是摇摇茶吧，摇摇茶吧有四种水果茶优惠，特价39元哦。那每个人可以限领一张，接着我们就可以到我们的曝光券那边去查询你的优惠项目有什么可以选。注意的是这一次的活动期间呢它是从8月26号到8月30号。